各位老师大叔，欢迎来观看没有听哈 Our Love Go Through 的游戏影片。那接下来就是等那个鱼派的 NPC 缴交以后，看能不能拿到鞋子啊。要不然现在材料都到齐了，但是他造酒鞋有点可惜啊。那等造酒完以后，先去给那个养鸡场的妈妈，那之后看一下剧情怎么样。那之后再去，反正我现在辅导很多啦，要造就很容易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就开始吧。然后我记得今天好像是烟火节的样子。然后没错，烟火节。来玩到35天就，感觉好像还很多东西都没发现样子。哦，对，狗狗要这个我暂时不知道怎么拿。哦，番茄出来了，然后狗狗挡住我，没办法去浇水啊！天哪！好，来种洋葱吧，反正洋葱多的要命。我看我先出去再进来，要不然狗狗挡在这边。嗯，给他什么呢？给他这个。没有增加，有点忘记鸡到底要吃什么了。天哪！哦，龙浆果，为什么才一个啊？哦，太好了，马铃薯得到了。还是说要给鸡不同的蔬菜才会增加爱心啊？这样有点麻烦啊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可以来去参加烟火节了。虽然不知道烟火节长什么样子啊，但是希望应该是不错的东西。嗯，要怎么开始呢？在跟镇长讲话吗？天哪，这个要我全部跟全部人对话以后才能开始，真讨厌。好，找一个你中意的人来一起看烟火吧。哎，不要没画面啊，我也要看啊。
我不得不说，这个活动也让我非常小小失望。先来做一个 green 吧。OK，都有了。好，完成了。这个烟火节居然让我这么如此的失望，真的是。好，继续一样忙碌吧。我们给他一个洋葱看看，哦，有增加，太好了。所以照这来看，每天要给予不同的蔬菜，不是给予不同的，是不是每天还是每一种蔬菜都要给过才可以增加爱心啊？原本想说重复的话就好办事了，没想到居然不是。好，那再来是去把鱼派给 NPC，那之后再看看要做什么吧。之后应该是找钓鱼点了，现在钓鱼点真的超少的，尤其是金色的。给他炸鸡，OK，我记得鸡肉 better。现在去买鸡肉，还有一些牛奶。好，有鞋子了，我们先来回去做炸鸡看看。我有点忘了那个材料。哦，看看炸鸡，不是啊，不是蔬菜，没错，spicy better。
OK 了，应该有。好，再确认一次，免得像上次那个样子，像上次那个样子。OK。很好，炸鸡完成，那再来是去造酒。天哪，好忙碌啊！东西一到就一堆事情呢。哦，我还以为踩一踩就好了，没想到还要等它发酵。看来是我想的太轻松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有东西掉，稍微捡一下。龙江果派。好，这个我回去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那接下来酒的部分，不知道要酿几天啊？按照这游戏的玩法，我猜3天呐、我看我去拿一些洋葱种子好了。天哪，才一个，会不会太悲惨了？之前都一大堆的说。好，那逛的也差不多了，来去右边看看吧。
感觉现在都找不到金色的钓鱼点，好可惜啊，长老金欸。好，那今天等今天玩完就差不多可以做一个段落了，因为还有蛮多东西没有弄到呢。那我想我先把酒拿去给村长好了，至少有四件以后应该会有新的道具。哦，还没好。那鸡的爱心也快生满，但是我不知道要给它吃什么。还是说两天一半颗星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反而觉得猪还比较好养。然后来去卖一些东西吧。三小为什么会在水里掉到奶油啊？这个太瞎了，掉到面包我都觉得很奇怪，可是你掉到奶油这种膏状的东西，天哪，我没办法想象。葡萄一颗15块，有点太廉价了。然后现在爱心好像升不上去了，好像一天只能固定追，好像只能固定追一个角色。我有想说可以像新路果那个样子狂追，看起来是没有办法。啊，按太快，要不要拿啊？
你用油的，算了，没关系、啊。我是这样猜啦，可能我们帮那两个小孩完成以后，其中一个人会给我一头牛。然后狗狗洞却是标准没有任何东西的。所以按照这个情况来看，我觉得我应该先把酒给那个村长才对。至少我应该很确定说，那个事情结束以后，应该有新的东西会卖。那除了服装店之前卖给我们一件那个厚外套以外，之后的就没有卖其他东西了。然后这个长得像洋葱的东西，我每次都弄错，然后目前用不到，然后差不多了，然后再去钓个鱼、挖挖雪堆，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。来去那个绿色小岛看看有没有新的东西啊，要不然这边目前看不到任何金色钓鱼点，很讨厌。之前真是随意随钓，现在真是想遇都遇不到。然后露迪的老爸依然还是老样子啊。好，我先不走这边，我先来去热气球那边。那看起来露琪好像要一个鱼派啊，之后再做吧。结果我没想到这边钓鱼点真的超少的。来去这边看看。好吧，看来是没有钓鱼点，讨厌。
好，成功了。那游戏影片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了。说真的，这次的烟火节让我非常的小小失望啊，没想到连烟火都看不到，真的是很可惜啊。那再来是估计没错，游戏明天应该就是酒酿好了，希望啦。那之后先把酒拿去给村长，再去捡那个卖鸡蛋的那个妈妈那边给他酒好了。那希望之后能够顺利一点下去了。那再来是好感度问题，我想应该他们有说他们要什么东西，只是我按太快或者是没仔细看说他们要什么东西啊。那目前很明显路线有提到 fish 派鱼派这个东西啊，但不确定是不是会触发了。那等下一次跟他对话以后就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我看到萤幕好像没有，就一个呀，我还以为变两个了。因为我看到冰箱上面有挂两个纸条，那应该是我看错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